那他脚没办法蹬上来，他脚上不来。对对，因为他脚没有踏点。盐城警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于今日3:41许接获报案，从盐城区北斗街与河西路爱河河畔有人落水，原警接获报后及时到场救援。经原警到达现场了解，发现见一名30岁林姓男子于爱河水域中怀抱救生圈，原警见状立即协助女子拉住救生圈，且经现场报案人林姓女子表示，刚刚与男友喝完酒后至爱河河西路河畔散步，因夜色昏暗，男友不慎失足跌落爱河，当时试图将男友拉起，但碍于力量不足，故报案求助。警消到场后，立即将林男从爱河拉起上岸，林女则因紧张而换气过度，导致心脏疼痛。所幸观察后，两人尚无大碍，并表示没有意愿就医。原警随即陪同两人返回住处休息，并告知若有身体不适，随时可以119或110联系，请求协助。